坏女生。今天我们来到幻觉博物馆，然后恩莎不在，我要帮她代班。我在这，喂，我在这啦。不可以，不。我觉得我经历了两集之后，已经变成你的盘中孙了耶。今天我要来颠覆你们的感官，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哎，不对，让你们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我的邻居要打我了。我打不过你。那什么？快点。当一个人头也不错哎，你知道吗？就不用动。不是神迷的世界里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观众好，请问你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呢来到这边的话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拍出这个眼睛，再看着你们其中一位。你先帮我拍好，我先帮你拆角度，因为我觉得我蛮会帮别人拍的。拍了要怎么拍呢？拍了什么？哇，我超厉害，找到！真假？太低了，阳光量不太好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哎，他鄙视你耶！这一关就破关。耶！哦，简单，我觉得我们。要跟你打个赌，如果我们全部过关的话，你可以跳个舞吗？要跳舞是不是？愿意吗？可以，知道吗？如果没过关，他跳舞。来挑战他，打败他。我的腰那么软，你们不可能。到底会是什么呢？噔噔你是我的眼，又是眼，请各拍一张以对方眼睛为基底的自己。哎，为什么？好快快，快！还要吗？哎，不是我自拍，我自拍。结果是啊，我看到了，来这边。As I was about to open her door, I saw the guy that she was with. 邪恶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玩刚刚那个动作，头太晕了。可爱的捏就好了，不要像我们一样哦。我们只为了赢，为了看观众跳舞。不要接，不要接。哎，可以吹吹。不演不演。今天。计时一分钟，一人抽签，一人受罪。猜猜他的影子说什么？我现在抽到的
签是，所以我等下比给他看，希望他有慧根，好吗？这是什么？感觉好像有脚，你跟我玩了，我跟你玩，瓜牛，错，牛，牛，老鼠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老，刚讲对，牛，牛，牛转。扭转乾坤，对，非常之简单，之简单再简单，什么可以，你可以的，换我啊，哎，比简单点好不好？这个我也不会啊，这个怎么比？这个我。宗旨吗？我爱转，我爱跳舞，我爱你，我爱跳跃，什么？我爱做什么？我爱换。女生啊！挑战最后一关，面有难色。你才面有难色，你刚刚不敢看，他的那个脸根本跟便秘一样，便秘脸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他怎么有种宿醉感？没有，他一直都是宿醉感呢。不是，我那个东西已经翻上来了。我尽管没吃东西，我还是觉得很想吐。有，他有感觉到想吐哎。关主，我们这样有成功吗？我们今天挑战有成功吗？不行，关主也要自己走一次。关主，他说我每天都在走，拜托。对啊，算了。他说自己的清点都是我打扫的，跟厨房一样。下班后是我在那边 Q 戏里面 Q 的呢。等下打扫一下我家。那我要 double pay 哦，谢谢哦。double pay 两块。啊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 ？O 不 OK？ 这个挑战我们有没有成功？整体来说，等，请说，跟观众说。玩得很开心，超开心，超累。我觉得今天可以 po 很多网美照在这边，然后后面这个墙，对，别人也不知道说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，好强哦，有就有一种爽感。
怎样？我有你大法师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挑战人家大法师好不好？更极限这样子，全台湾只有哪里有？台中，只有台中有，就在台中。不管你在各地，你就是要来台中看就对了啦，好不好？从克罗埃西亚红过来的幻觉博物馆。好，那我们影片今天就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